是这么号称无所不能，是一连共话陈英杰，嘿，嗨嗨人心是陈大姐很好听的歌曲，受欢迎的歌曲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嗨，现在 superstar， 嗨嗨人心陈英杰。大哭吗？哎呀，小倩，脏东西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俺们客家人爱讲客家话，东后堂的。好丑！这是陈英杰，你是当时要生啊？陈英杰大姐，你是去讲什么油啊？哟，你看，讲啊，陈英杰是我的偶像啊，我上介意陈英杰唱歌啦。你是伊的偶像，当时变你的偶像。啊，你是你是你是陈英杰，你是陈金佩。你是叫鬼惊着呀？你好啥会啦？我嘛出两袋唱片呢，还卖两袋，阮爸买一袋，阮母也买一袋。重点是伊讲你陈金佩，你讲你陈英杰，你到底是谁？我黑面的啦。对啦，今天有你的名字呀！哎，我今日生日，讲甲装安尼啦。我今日生日呢。你今天生日？你唔知哦？你咧上班工作是为吗？我嘛是在迄个叫杨美呢，我在平镇呢，喺居义新村，我在三年过六个月呢。听清了吗？错唔错？爱讲客家话吼，那个楼梯当然爬吼。楼梯真歹爬啦！你讲你今日生日咯？嘿，你应该是七月半生日吧？乌面祖师讲是正月初六啦。啊，你出来加干嘛？那也无加。无啦，不是啊，我是要请姐啊出来。对啊。啊，你雄雄拼出来。我一定甲陈英杰大姐请过来。你今天啦？真是有法度。今天我拄啊桥倒摆，去迄落高楼道甲载过来，因为伊坐下安好来。不过你条门乱唱唱，乱唱，我都无戴安全帽啊。喂，我才在想讲，今日要搭下收为咱广大的杨梅朋友，准备要跳钢管舞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小文呀，小文当要伴舞哈，当然啦，陈英杰大姐出来，那真正是你在起来，你什么人要去争我唔知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医生讲跟你讲帮派，你车后边有翅膀的，伊是用龟身骨车乌的。真的。我拢主持外场嘛，恁三已经主持遮久啊，我来介绍一下。你介绍一下。先等伊。就先等伊。等伊啦。恁主持嘛是加雕啦。来，各位现场好朋友，我们以隆重的掌声来欢迎歌坛大姐大陈英杰。是七分醉，行路步步脚开开，游来游去，跳呀跳呀，洗来洗去，蹦蹦跳跳在舞池。迷人的歌声，亲像有烟的气，可爱的音乐，不断着的，随着音乐来消。谁人会不安慰？放啊，放阮孤单醉鬼。谢谢。耶哈！哦，欢迎安吉生啊！我们陈英杰大姐真的是我们客家之光，不好意思，过去拜好吧，来。哎哎哎！
麻烦你用心。那是孙中哎哈，孙中他是什么？孙中就阿爸阿妹全部吓假你。一句一句来哈，请翻译。伊讲伊孙正的啦，阿爸阿母吼拢是客家人啦。你真正是有啊？错错唔错？朴素的朴素的，什么你按住先？哎呦，你家搞后面，去了啊？去了。哎呦，什么按讲啊？继续。用梅来得哈，普信嘛哈，普信那点啊，替拜来。用梅该变啥事了？第一届来个普信啦。啊对。糖友呢？糖友糖神。糖友。周德嘛？周德。董浩，董浩，董浩，谈的是什么哈？继续。第二道哈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同安捧，同安人捧场。伊讲非常欢迎来这普龙宫。捧场啦，普龙宫。捧场是捧场，捧场啦。普龙宫。哎呀，捧场啦。我叫是捧场呢。喂，捧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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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捧场啦。喂。啊。捧场。因为要做生意的三位啊哈，阿哥第二只，后面的哈，噶彭恰恰孙子哈，这个苗可丽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那么，董冯玉哈，他这个同意捧场，阿第二档啊，祝福他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哈。啊，我跳舞了，最后这股龙就祝祝大家哈，身体健康啦，健健康康啦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嘛。身体健康，健健康康，心心帅帅。客气人哟，你是变成派有星星甩甩，全台湾知你是一个客家之光。好，我们慢的不要这样。但是刚刚没出过客家唱片哦。我没有，但是最近哈，有一个客家的老师，最近好像说要跟我合作哦，一起来唱客家的一些歌曲。哎，最后哦，最后哦，是个咱杨梅地区朋友带动捧场好唔好？恭喜猜了哈。客家人当了60多年的，我演过客家戏，啊，但是呢，我真的没有录过客家歌啊。真的。真的讲实在。客家要翻译者，啊，都要讲的。我演过很多客家戏，没有唱过客家歌。啊，错。唱错。对，错。什么暗讲？好啊啦，唔是免讲，免你介绍出来。目目住暗台。安泰站，屁股安泰，屁股安泰，安泰是什么？就乖啦。安妮娜，哎，今年哪有机会？我哎，算了，咱两个机会来了。哎呦，风啊，伊甘蔗片啊片长，唔比麦子太油汤。龙啊，做细妹啊片啊片长，唔比麦个子。卡多，多多多，拖得拢，拖得拢，拖得拢，干闹真动。马人的太太是水啊不娇，阮的太太是麦啊又多娇。厝边头花，地下娶，就是你的梦想。你讲，我们你讲，你讲，那这种根本是你们自己翻的，那有按工哦。你冲，你冲用几简单。甘蔗片啊片冲，嘿，的那几卡又通。两只蛇尾片啊片过，唔知哪个开有汤什么意思？开有汤，开有钱啦。哦，开有钱，钱大多。啊，我开有钱。啊，你讲甘蔗是有汤呀？系啊，甘蔗有汤。啊，我 DNA 都来。